欢迎收看由柠檬十足气泡冲天让你尽情释放的雪碧冠名的青春练习生，雪碧靠清凉心飞扬，现在就上京东 APP 抢千万京东券，为青春加油。如何成为一个明星？如何用歌声征服六座城市的观众？他们将卷入一场意料之外的漩涡。三天筹备，通过音乐游戏争取演出舞台，争取绿卡选票，最终完成演出。眼前的观众不留情面，现场真唱投票无处躲藏，你只能大声唱出来，然后等待你的观众告诉你你是谁，你能成为谁。当一切回到开始，陈，2014年经过网络选拔出道，粉丝数20万。觉得这次被选为练习生是什么感觉呀？特别开心。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是最重要的。这一次我是有备而来的，我是丁克森。丁克森，第二季《中国好声音》那英组学员。粉丝数48万。那您觉得你跟马尔辰之间，你们两个不同之处在哪？我觉得应该是他会更加青春时尚一些。对，我可能觉得对于我来讲，可能音乐的成分会比较多一些。你说的是我们想走，真的不错。所以这次我来，我想学到更多，看到更多，对我以后音乐的路上肯定会有更多的帮助。到了，谢谢师傅。哇，这什么地方呀？练习生宿舍，雪碧青春练习生，我来了。哇，天哪，这是我的 dream life。 那你对你的小伙伴们有了解吗？有，我百度了一下的。那您对这三位，您对谁印象最深刻？当然是孟佳同学了，然后热依扎同学我也知道，因为《甄嬛传》嘛，我也是从头看到尾。对，然后对那个刺杀雍正的那个印象还是很深的。对，听说过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吗？热依扎，演员，出演热播电视剧《后宫甄嬛传》，粉丝数51万。演员到歌手，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其实对于唱歌来讲，只能做到五音不走调而已，但是其实是我挺想有这种经历的。我有这个梦想，我就想去做，我只要我靠我努力，我觉得我也能慢慢的进步吧。哇哇，寂静岭的感觉啊。有人吗 ？Hello，Hello。那我就住这算了。你知道咱们现在要去哪儿吗？山上。山上。那要跟谁在一起？听说是跟两个男人。没有。谁知道我？哥 ，Hello， 你来的时候，对，你好，你好，哎，你住这里吗？对啊，你没怎么没出来啊？没出来啊？啊？
没有，你刚到吗？我没听到你来了，是吧？嗯，后来才知道，他是想洗澡了之后干干净净的来迎接我。哇！这边雾太大了。来，记好。宁贵人吉祥，吉祥吉祥吉祥。没事没事，走吧。就挺热情的，我想他们应该也有相对很紧张吧，都是会想缓解尴尬。你的房间，这两个房间已经被我们对被我们霸占了，这样。但是呢，你可以先看一下，参观一下。好，对的。这是谁的房间？这是我的房间。好香啊！哇，好多蕾丝内裤啊！啊？啊？刚才没看见？没有吧？没有吧？没看到是另外东西。揍他！哇，这个好，这个比我的那个还要晒了一年的衣服。这时候就看出来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女人，特别有气场，还是会有点紧张。打一个啊！哎呀！但还在那秀啊，秀秀秀！别打了，我一球都没进。只能说明她不是女人。还是别打了，我一球都没进。我今天明明穿裙子来的好吗？就是想证实一下我是女人。她还剪了一个特别经典的那种短发，那种造型，感觉说话也是挺 man 的。对两个人产生了一个初步的印象。扎拉同学呢，就是我经常讲的四个字，深藏不露。但马尔辰同学呢，就是我也经常讲的，有点爱做作，有点过头。不会做饭哈？啊？不会做饭哈？对啊，你帮我来做个鸡翅好不好？不会做鸡翅。吃，对，我只会吃饭。哎，糊了糊了糊了！哎呀，哎，别拿掉，小心。那我直接拿进去炒了。哎呀，吸着。它都糊了。它这个锅糊了，没事吗？开窗。干干给弄断，但这个就没法做了吧？应该没事吧？它应该就是这样的。我糊了，我就弹了一下琴，就成为这个样子吧。应该没事吧？是啊，这个是不是应该撕下来再用？哦，对啊，其实没糊。看一下那个烟，我的妈呀！刚才是谁说音乐和厨师是相通的？他我看不见里面的肉哎，锅都糊了，那我这一盆得丢掉了，是不是？一盆你自己吃吧，受不了。其实我是想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厨艺，但是没想到最后做砸了，幸好孟佳没有来。
热门女子组合 MC 成员，粉丝数121万。想唱歌的演员热依扎，想在选秀之后走出瓶颈的丁克森，想成为真正艺人的马尔辰，想让自己国家的观众喜爱自己的孟佳，各自的音乐理想让他们开始了一段练习生生活。看似一切很简单，但真的很简单吗？60小时后，一切将急转直下。比昨天晚上还大呀。哎，哎，哇，还有回声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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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开嗓子，没开嗓子。Ricky was a young boy, live life too fast to walk his finger to the bone. You know, 我只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也未怕有一天会跌倒。Oh no! 你要去吗？我昨天3点多到的。你猜队长是男的女的？我就猜是女的，为什么呢？我分析过。你昨天你怎么分析？直觉。别了，你昨天晚上说女人的直觉应该是最……这谁这样不好吧？Hello， 大家好。Hello， 大家好。哎，队长在吗？Hello，工程。练习生队长，练习生们演出的观察者和带队者。第一站练习生队长汪东城，飞轮海组合成员，出道经历曲折，最终赢得2015年亚洲影响力全能奖艺人。他将为练习生60唱演挑战拉开序幕。对，这该不会是你们叫外卖的？对，自己留的。这个其实是我早上起来给大家做的早餐。真的假的？下饭可以给我一个，你说这是谁煮的？我给我吃吧。年轻人多吃点蛋，没有什么不好。队长，祝你好。我，队长。队长，谢谢。其实大家都蛮乖巧的，我很想去分享我自己的经历给他们。哦，任务来了。现在请立即前往花海。室外。哦，真的。花海。花海在哪里啊？哦，这是导航哎，完成第一个和舞台有关的任务。我有了。你有吗？但是你们相信我吗？看你那么诚恳的脸，就相信。谢谢队长。走吧。那个交给你了，你先上边。哇，好绅士呀。哇，谢谢。哎，队长钥匙在哪？真的会开吗？你确定你会开车吗？我们相信你啊。不要相信我。
不知道待会花海会是什么样的任务。这可是今天这样，但会不会其实很简单，只是要我们赏花？哦，对，他没有说具体的任务吗？对啊。哎，你们方便说自己几岁吗？我九二的。克森，三十了。那孟佳蕾，90了。我86年的。86。我81的。啊，真的吗？我说印象中不是87的。原来我在你们心目中这么稚嫩，开心。没有81啊，你81看成7了。其实也差不多了，早知道不说了。韩婷，哇！到了，执行我们今天第一项任务了。来来来 ，Go Go Go！ 哇，看到没有？这就是花海了。这个花海也太大了，只是这么大的花海，我们要玩些什么样的任务呢？对啊。一开始我只是觉得可能有一片，对，没有想到是一个山头，然后好多好多片。应该没有那么难，就不过是花花草草啊。也真的是。醉了，这该不会就是我们待会要执行任务的地方了吧？只是我们要做些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背面有花海，而且花海上面五颜六色，而且五颜六色上面也有五颜六色的盒子，盒子上面似乎还有字。真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哎，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们？现在才告诉我们？因为对于演出者来说，舞台非常重要。是。你们今天有两个舞台可以选择，一个是1号舞台，它看起来比较好。1号舞台是这个。哦，看一下看一下，一个是1号舞台，一个是2号舞台。1号舞台是什么剧院？那2号舞台呢？这个是舞台啊，需要你们自己布置。嗯，对啊，这是舞台啊，这是仓库吧？场地对于一场演出来说意义重大，赢得华丽的舞台无疑将为每个人的演出加分，反之空旷的仓库将使每个人都陷入尴尬。舞台其实是怎么样的舞台，就好比是人身上穿着什么风格的衣服。我当然是更喜欢好的。我想说啊，我们要站在这几个油桶上面唱歌吗？我是唱跳嘛，如果地板要是有一点点坑坑洼，我们就会摔到脚踝就骨折。训练项目一，花海争夺。训练目的，歌词记忆力与应变能力，找出歌名，回忆歌词，唱出歌曲。在未来的生涯中，练习生们将面临数不清的曲目，记不完的歌词。花海争夺背后是一个歌手基本素质的磨砺。训练规则，花海中摆放着印有300个不同汉字的方块，找出汉字，拼出歌名。30分钟内找出3首歌曲，并唱出该歌曲5句正确的歌词，即挑战成功。挑战成功，练习生们将赢得华丽的演出舞台。一旦失败，他们只能在破旧仓库中完成本站演出，陷入尴尬困境。通常副歌4句了不起，你要我们唱5句的意思是还要再唱一遍主歌喽。对、啊，这真的是考验我们。有时间限制吗？我们现在计时了，30分钟。现在已经开始了吗？30分钟开始。先别乱，不要乱，可以走。哎，小心哦，不要滑倒。行哦。孟佳应该叫孟佳萌。来，这一定要走小心哦。来啊，大家分散开来走。哎呦，哎，小心走。那么大一片花海，里面全都是那个字母，单看一个字，你真的想不出歌名是什么。今天雾气很重，那能见度就降低了。在这300个字里面，真的是哇。花海有一种海底捞针的感觉，难度系数特别高。Oh my god！ 这算不算一首歌？哎，我看到有六连诗，算不算一首歌？是要找几首歌呀？先能够找到一首歌就了不起了，同学们。好，我找到一个梦。什么？就是一首歌。你会不会唱啊？每次醒来，开始期待下个路口，这样才算一句啊？对，哎，这个可以查吗？可以。哎，不要拍我，我帮他查一下。帮我们查，不然真的太难了。可以查。啊，不可以查。怎么办啊？怎么唱啊？那我先放着。你先想一下。哦，这也太难了吧？对啊。
咱们都已经走到世界尽头了，怎么还没有找到歌曲的尽头啊？其实我一直在哈哈哈。我有一首歌叫哈哈哈，听过吗？哈哈哈。对，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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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你呢？爱你。哎，有没有歌叫爱你呀？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你就多看一眼。哎，好好，就这首。呜呜哇！不要跌倒，这怎么？你有什么？又有什么歌？你们也。节目组也太坏了吧！拿个蛇吓我，然后我一去抓他的头，然后他就这样反，那蛇就这样动一下，然后我吓得我的心就这样跳到我嗓子眼，然后我就往大东哥那边跑，啊！我就在叫，然后这蛇真的蛇，下去我保护你，有被咬到吗？没有，真的有蛇，真的有。哇塞，哎，好大一条！我们要捕蛇吗？我们要不要先唱爱你啊？好好好，不要玩了，哎，不要，哎，不要玩那蛇。他往那边走，他往那边走，没事，赶快走，走。那个蛇他后脑勺冲着我的，我就觉得反正也看不见我，应该没什么事。快走，你们快走，赶快走。我放的话，我就不能再用这个字了，所以我们一定是知道歌词的，对吧？我对你们有信心，赌一把吧，可以吗？可以吧。1、2、3，好，我们第一首歌就是《爱你》，来，孟佳，准备好了，紧张吗？加油，加油，加油，加油！怎么办？瞬间压力好大。没关系。预备，备，开始。Oh baby， 情话多说，多说，多说，多说。错了吗？发生什么事？这里面有错了，还是没有 O？ 让我 so baby。What？ 啊，就那 so 和 O， 我都快吐血了。哎呦我天！我们被虐惨了。你应该把那句话唱的 so 和 O 有什么区别？天哪！丁，我看到丁了。那个我也看到了，但是丁克森好像不是一首歌哈。哎，真的很难哎，我的天哪！这样下去我们会被导演组整死的。哎，请问这是什么歌？啊，我已经耳朵有点不太正常。快加油加油！动起来动起来！那这是不是张？是不是有一首歌叫张三的歌啊？是吗？有，是齐秦的，对不对？刚才那边好像找到一个的。张三的歌。在这，在这，在这。哎，的的。哎，在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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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三的歌。的，我刚刚找过，在这里。那个。在这，在这，手里，在手里。啊，那走，快快，抓紧时间。等下下去。
去不会唱要被喷。你知道吗这首歌？完全不知道，我只听过别人唱。让我来吧。以前我会。靠你了，相信你。我们相信你啊。好好好。Go go go。是另外一回事。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要唱对。为了赢得我们的终极舞台。没错。加油。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一句，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两句，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三句，没拍，自由自在，真心真心多开朗，四句，没拍，还有三句，最后一句，这样，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五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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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悲伤，对不起。为什么那么计较呢？忘掉痛苦呢？两个字而已嘛。我的搜和，快走快走，差两个字而已。已经试了两次了，太严苛了。好难呐！男主怎么可以这样？给我们好舞台会怎么样？柴羊，喜羊羊。喜羊羊，喜羊羊是一首歌吗？只有一个羊，力。哎，我看到棍呢，是不是有什么歌是有棍的？哎，双节棍，双节棍，双节棍，棍，双节棍，哈哈哈！喂，双节棍，快走快走快，双节棍，找到了吗？好舞台，快走，好舞台，大家注意安全，快点快点，时间要到了，但是小心不要跌倒啊，小心不要跌倒，双节棍，唱慢一点啊。唱慢一点啊！嗯，可以像说书一样。Oh baby， 这是我的手。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呵呵哈嘿，习武之人切记，忍者无敌，是谁在练太极，风生水起，快使用双节棍，呵呵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呵呵哈嘿。好，我们还有十分钟的时间，还要找两首哎，可以，我们可以，可以，哦，好难啊，我们一定可以的。Go go go, let it go, let it go, let it go。这不就是高吗？对，情藏高原不对呀、啊，有没有青啊？你没有上过青字吗？啊！我还说情藏高原是什么？青，快，走 go go go！ 这次我们一定要在台下顺好歌词，对，我们这一定要那个。原来在台上不能顺歌词，对。对，反正也没什么多少时间了，好不好？对对对，剩下三分钟了。赌一把，赌一把。Key 起一个太高，后面。好，来。是谁带来？是谁带？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两句。难道说还有无言的歌？三句。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恋？好长的一句，第四句。我这个算吗 ？OK， 够了。森哥，还有吗？还有吗？还有两分钟，快！说，快点，还有两分钟啊 ！Go go！ 快点，时间快要到了，我们一定要争取到我们的好舞台。哎，有希望了！对，队长你先下去，我去找眼。赶快！有，找到了，找到眼泪了，耶！管他，就唱了，唱了，豁出去。眼泪不是我的。
时候演唱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提时机，好不好？怪我喽，全都怪我喽。只有啊，剩几秒，剩几秒。这样子好吗？然后，请你们现在马上上。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有舞台的，好不好？虽然它比较简陋一点，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双手可以帮它变得很丰富。第一次就是要有困难，我们之后才可以站在更大的舞台。对，对，我们只能这样自己安慰自己。说得好啊！万丈高楼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那美人呢？我们还是搭高一点好了。那美人只有汽油。眼泪。OK。表现得很好，然后想要赢的那个冲劲，这样子对舞台的渴望，对他们认真的态度。孟佳他就是还会带他自己的舞蹈啊 grooving 进去这样子。丁克森吧，他我会挺期待他的表现。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他们已经 ready 好自己是一个表演者、演唱者。我们是一个 team 嘛，然后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很团结。现在来看，大家其实更多的还没有。产生那种激烈的感觉。京东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来来来来来 ，You don't know me。Hello， 美女，哥哥，你累吗？换我上来站一下。青春练习生，青春练习生。过分放松，让练习生们在舞台争夺战中完败。如何把旧仓库变成演出现场，让练习生们一筹莫展？场地已成定局，歌曲将成为演出的另一个关键。训练项目二：观众大搜索。训练目的：观众沟通能力。训练规则：每一站演出中，每位练习生将演唱一首独唱歌曲，并与队长完成一首合唱曲目。而所有歌曲的选择都源于观众的喜好。本站部分观众评审就在练习生驻地周边，在规定时间内找到戴手环的观众，和他们面对面交流互动，确定演出曲目，练习生才有资格开始最后的音乐训练。男人在这里走，是快到了吗？当时有一点失望，没想到我们自己真的去看过之后，其实就是一个仓库，嗯，没有别的。我其实不太在意，就算是在广场啊或者什么地方天桥上，我觉得 OK。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呢？我看一下。哦，青春练习生任务卡。嗯，是的。这是演出的一部分，观众就在这个园区的布拉格广场内。特征是佩戴着箱子中的手环，箱子中有手环，看一下，拿出来有没有什么手环？就这个呀，哎，就是这个手环，就会布拉格广场里面会有人佩戴这个手环，然后我们要去问他，希望我们唱出什么样的歌曲，也许就是我们这一次在表演舞台上要唱出的歌曲。对。也就是你们即将表演的歌曲、okay ，所以我们待会要去布拉格广场找这些人，所以我们要好好运用这些钱，然后也许可以买到一些可以布置我们舞台的装备也好、啊、道具。我还以为是给观众们发哦，来吧，你说贿赂吗？好想当观众，我们不能贿赂。青春练习生 ，Go Go Go！哇，真的是布拉格广场哎、欸，我有好多鸽子啊！对啊，真的好有布拉格广场的感觉哦。那鸽子这样上面会不会有手环啊？在呢。那我就先去找人了。去找朋友，来，乐一张，你去东边。那我们这边哦。那你就南边吧。好，我去南边。你西边，你北边，我这边。请问北边在哪里？那里北边在哪里？那里，那里，那里。这个方法果然不错。有没有手上戴手环的朋友啊？我相信与观众朋友近距离的接触绝对是有帮助。Hello， 美女。哇 ，Hel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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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采访一下吗 ？Hello， 哇，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分来 in the beautiful sea， 人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因为我觉得跟观众预先去热络一下，然后他就会指向性的投给你啊。比较喜欢听怎样的歌曲啊？就比较听古典一点的，轻柔一点的。你喜欢的明星有谁啊？周杰伦，很温情的情歌吧。啊，今天采访了很多哟，绝大多数人都喜欢听我们唱情歌。帅哥，你是在等我过来找你吗？那你跳舞这么棒，唱歌又那么好。OK， 那我教一个动作，对，我跟你学。我们的舞蹈，好，比较简单的。One, two, three, go. You don't know me. You don't know me. So show me your. Yeah, 好厉害 ，Good. 那我们表演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给我投一票，好不好？好的，盖章。好，谢谢。只能说尽量的去找男生，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拜托男生的话，他们可能会比较更多的支持一点。你想看到我在舞台上表演什么样的歌曲？活跃点的摇滚，我先想。摇滚，我觉得你很适合唱一些小清新的。想要听什么样的歌曲？能不能给我一些推荐？舞曲类的吧，舞曲类的，什么 Rihanna， 就又会拉票。谢谢，谢谢你们，拜拜，加油！他们进商店，我已经拿到三。四五来了吗？没有，还没有来。应该是个真人，天哪！那个同仁发现他在看我，我还以为是他带了一个绿手环。那既然是这么有缘，那就拉拉票呗。你有手环吗？哥哥，你累吗？换我上来站一下。这个时候呢，去找观众，假设有观众喜欢我，他们希望我唱我不喜欢的风格，反而这个时候我又不好意思去推，那这个时候也许我会动摇。不要这么胆小嘛，我又不会吃你们。过来哟，你们真是的啊，这只吃是吧？你不能让我摸一下吗？我一个人呢，会不会鸽子，其实也就是为了打发一下时间。我来练习生的目的是希望能够多学习，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了解我。哎哎哎哎哎，你有手环。哎，你好，你好。因为是我找到你的，你只能支持我，可以吗？可以可以，但是什么？我比较喜欢那种跳舞的那种。我会啊。我的偶像是 Michael Jackson 的 Michael Jackson 的 Michael Jackson。你会吗？你跟我学一下。好，我给你学，随便来。喂。滑步大哥。滑步大哥。因为我不会跳舞嘛，其实我自己也挺打鼓的。他还会说没关系，他说你有这份热情就挺好的。他反而说这句话会让我放松挺多的。我再给你来一遍，不行，我必须要学会，慢一点。是吗？他的脚不是这样的。嗯嗯。他是一个脚站一个脚站。哦，行，谢谢你。这俩都不许走。我找了两个，哎，我刚才是四个，然后现在是六个了。那你们平时有什么爱好啊？喜欢唱歌跟跳舞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再见。唱歌对我来说还是一个谜一样的东西。扎姐，进度怎么样了？我告诉你，我刚刚找了100多人。我想买一把伞。这边有一个魔术教室，是不是里面有什么东西啊？魔术吗？魔术，哎，去这里看一下。这不叫伞吗？玩具形象。哇！别打我！谢谢老板。京东提
醒您，下节更精彩。大姐她怎样？是我们家谁啊？哇，是吗？大声唱，尽释放，欢迎收看由雪碧冠名播出的《青春练习生》。到到到，可以唱歌，可以定歌，想练舞也可以练舞。哇哇！那老师们，我们今天呢，就是我们是一群就是有理想、有抱负，然后有梦想的青年们。那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呢，不外乎是希望可以定歌曲。那孟佳，你有没有想到什么歌曲可以跟老师拿出来讨论一下？对，因为我在最后的时候有采访到两位女生，她们的意见就是觉得我应该很适合唱 Rihanna 的歌曲。Rihanna。对，我在逛的时候就正好看到有把雨伞，雨伞，所以我才选择买这个的。对，雨伞的英文。三天时间真的很少，我选的这个歌是我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歌曲。那咱们小丁，因为我自己写歌，所以我其实自己写歌呢，我有自己的想法态度，而且我很清楚我自己喜欢和改编或者表达东西。其实这次来的时候呢，我是已经准备好了一首歌曲，所以我就自己去喂鸽子了。对，对，每次都哎，你怎么又在喂鸽子？赶快拉票拉票。孟佳应该知道是现在很火的一个 XO， 对不对？啊，对对啊，他们的一个应该算是成名作《妈妈》。他其实讲的就是孩子在外面打拼，可能呢遇到一些事情，会对一些人失去信任，他可能在一瞬间他找不到一个信任的倾诉对象，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是他的那个倾诉的对象。热一扎嘞，可能待会想再跟老师讨论一下看看。好，那马尔辰呢？有想到那一首恋爱 ING。 恋爱 ING、对对对，这个教室呢是音乐教室，所以只有一个人可以先讨论。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个教室叫做舞蹈教室，你也可以先去参与舞蹈部分。如果你希望在自己的歌曲投入舞蹈的元素的话 ，maybe 可以去。不过呢，不管是音乐或舞蹈，都要先由猜选来做决定。好，因为这是最公平的嘛，好不好？这首手心有背。好，我就想到是他妈妈。为什么？太好了，因为你最有难度。失落的感觉，谁在乎？只有忍耐。闭上了双眼。棒，然后棒，这样比较有力量啊。因为他唱歌真的太厉害了，那么高的 key 他都把他喊上去，我就觉得，他应该，他会给人家在现场带来很大的震撼力。团体演唱的歌呢，经常就是会前一句还没有唱完，下一句上来就叠音，对，所以一个人很难去演唱。这一次呢，我在歌词的有些地方也是会做了一些小处理。因为可能如果真的对一家来说他是没有舞蹈底子的话，慢一点的这种这一类的东西会不会比较好上手，然后可能又可以帮他的歌曲加分。现在定了什么歌啊？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爱我的请举起左手。觉得有点像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吧。我蛮看好他的，就是因为他有戏剧的底子，我觉得他的声音是有特色的，再加上他唱歌是有感情，所以这就会打动人。一开始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摆这种非常女人，然后摆各种造型。对对对，你轻一点都不难，我觉得你可以的。擦擦擦擦 ，pose， 放下来，抬头。对，你的 S 型，对。我觉得你是会跳的，没有问题。再自信一点，酷！你觉得像大姐大姐啊？请家谁啊？有点有，感觉有点那个打架的感觉。可以啊。不一样，我们的
本来的 level 就不一样，我的 level 在这儿，他在这儿，但是并不代表就是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可比性。敢唱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是呢，敢唱我也要听到你唱的怎么样。等等再等啊等，该发生的没发生。走。等等再等啊等，青春变成鱼尾纹。走。爱我的请举手，爱我的请你点点头。刚开始有点扭捏，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觉得想我就特别怕老师说这个是走后门进来的吗，就是那种感觉，怎么唱成这个样子。有时候也自不住的一个唱英文歌的，所以我觉得会有点大压力，但是我有信心的一点就是我会边唱边跳，所以可能会比较抓住人家的一点眼球。请进。怎么样？ Hello Hello， 就到了吗？老师好，老师好。哎，孟佳，你2个小时已经快到了吧？真的吗？对啊，还有10分钟，那我现在就在这里看你拍一下。好，马上最后一次就合一下那个。You can see shiny car, and that's when you need me there. With you, I'll always share. 好像这次大家准备的歌曲都很有表现力，特别是孟佳那一首。因为他本来就是唱跳歌手，我觉得他的感染力一定会很强。我对自己的舞蹈还是比较没有自信，其实我想换歌，想换歌。是哪一首呢？恋爱 ING。恋爱 ING。正好周杰伦也是我的偶像，我想唱一首他的歌，想唱一首蜗牛。以前其实也有过迷茫期，或者是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但这个时候正好他唱这首歌，然后我听到了，我觉得他无形之中给了我很多鼓励，然后也是学抒情歌曲这种曲风会比较擅长一些，所以我觉得想避开跟他们去比较正面的竞争，希望可以去讨好那一批喜欢抒情歌曲的观众。我有属于我的天。马尔辰选的这首慢歌，当然这样子也其实同时在考验他的唱功。总有一天，我有属于我的天。有点短。舞蹈教室你进去过了吗？没有。还没有啊？要不要进去跟老师聊一下？因为舞蹈嘛，我也不太擅长，然后整首歌是重金属的，所以要不算了。我当初听到你选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是惊喜的。如果你今天又带一些肢体表演给大家的时候，你不觉得台下观众会很惊喜吗？主要是比较没有自信。熟能生巧啦。好，行，那听大龙哥的。我觉得可以跟老师讨论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嘛。好，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啦，就是以我过来人的经验，很多歌曲，例如说跳起来不是那么顺手的同时呢，有很多那种耍帅的 pose 啊。对啊。其实就是定一下，弄一下。定一下。一会儿肢体不太协调，您不要笑我啊。哈哈哈哈哈。好好好。来，我们试一下啊。好好。One。有人。稍微有一点点
小娘。对，我们要有力量。啊、对对对。啊，这个我觉得，有时候我坚持的事情还是对的，可能我动作已经做到位了，但是看起来的确是太难看了。我不太记得他。踩下去的同时，你身体往上，不，你先这样子吗？哎，你是这样弯曲着吗？然后往上走，往上走，啊对，哇，是吗？然后这样 ，one two， 哎我头，哎还有头啊？哎对，还有头 ，one two three。我还是真的，我还是唱歌算了，我还是唱歌算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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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么酷的一首歌，如果我在台上那样去跳的话，我觉得整首歌就是歌也破坏了，然后整体的氛围也破坏了。我看到大家开始排舞，我真的不能，我不能真的是一个人上去唱，然后就拿了把伞在那乱晃，所以。我当时就特别特别慌，所以我可能要比他们再更努力一点，然后累一点无所谓嘛。跟我在韩国比的话，这是天壤之别。八个人挤一个宿舍啊，上下铺啊，洗澡也要抢啊，身体上的苦其实不算什么，你睡一觉起来可能就没事了，但是。心理上的那个苦吧，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出道。跟我说过一句话，我就直接就哭了。我说，我无数次想要放弃做练习生，说想要回家。然后我爸就说，你只要你累，什么时候都回来，你什么都不做，爸爸养你。我当时就，就现在呢，爸爸妈妈是最虽然也是最重要的，但是支持我的粉丝朋友们，真的给我很大的力量。不管他们是骂我的还是喜欢我的，有他们了才有今天我，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进步的一个台阶。京东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不够精神，花交错颜色，让人都哎哦，有新的任务卡，终于任务卡。青春年轻生，青春年轻生。我好累，我好累，我好饿，我肚子在唱歌。对啊，他们几个说要吃饭。放过我吧，你看我的黑眼圈都已经掉到我的下巴以下了，放过我吧，我要去睡觉了。喂，你太坏了吧，点头一下，我明天请你吃好吃的。哎，还这还要收满这个 camera。 晚安了，我真的要睡了，拜拜。声唱尽释放，欢迎收看由雪碧冠名播出的《青春练习生》。现在就上京东 APP 抢千万京东券，为青春加油！
哎，我以为是渣渣呢。你要今天你要煎蛋吗？我不是，我就蒸一个蛋。为什么只做了四份？队长的没有吃。还有。你打累了是不是？等一下我帮你打。没事，已经打完了。哎，我早上这个需要一个一个针。我早上有起来帮你们做蜂蜜水。哎，啊，真的吗？对，我现在给你泡好不好？好，那个对嗓子好。对，你看，很美吧 ？I love you, baby.怎么了？没事，没事吧？拿，烫！我拿，真的烫，没事吗？没事。哎，刚吓死我了。挺期待的，因为她也是偶像女团出身，长得又漂亮了，然后又会唱歌，又会跳舞，我觉得。本来对她想象也是，应该是充满光环的一个女人。像我们昨天一直没有聊到一个重点，就是合唱曲目的部分。对，刚刚好，我们之前也有一首歌曲是跟 Hebe 师姐合唱，也是男女对唱的歌曲，然后当下气氛就特别热络的说，那不如就来唱《只对你有感觉》吧。今天我们要正式的排练，因为明天就要演唱会了嘛。嗯，那我们现在练一下感觉，开始。我觉得眼神心像海底针，不够精神，花挑错颜色，让人忙。有新的任务卡。终于，任务卡。好，雪碧迎风迎青春练习生的任务卡来了，请大家在15分钟。青春练习生深圳站演出吉木丹出炉。丁克森妈妈，马尔辰蜗牛，孟佳 Umbrella， 热依扎爱我的请举手，欢迎登录腾讯视频 PPTV 观看节目精彩视频，登录新浪微博、手机百度参与节目的话题讨论，欢迎登录蓝天下、新蓝网、网易娱乐、腾讯娱乐、中新网娱乐、凤凰娱乐、搜狐娱乐、新浪娱乐，了解节目更多详情，安装凤凰、新浪、搜狐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扎克查看更多节目资讯。感谢 UC 浏览器、兴趣部落、天天动听、酷狗音乐、虾米音乐、酷我音乐、滴滴打车、美图秀秀、搜狗百科等平台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深圳东部环球城旅游度假区对本节目的场地支持。